对，有小鸟在叫的声音。刚刚有一只大鸟飞到上面去了。他是很喜欢花啊。花花，你看。啊。哪有？后边呢？那边。对。来，去看看鸟鸟好不好？我好小心，不要让它摔倒了。妈妈走半一跑，它都跑掉了，鸽子都飞走了。哎，没关系，过去，没关系，走过去没关系。嗯，不是，他要问你，他可不可以过去？哈哈哈！但是不要用跑的，跑了它会跑掉哦。你一跑，鸽子就飞走了。太太近，它会飞走哦。哇，它都飞走了。哇！那个应该是很像露丝哎，好像白露丝啊。掉下去了。什么掉下去？掉就好了。它上。那鸟鸟在哪边？对。还有锦鲤，一个，我要看。你看好多鱼耶！刚才有没有看到好多鱼耶？有鱼腥味。丢。
哥哥，游，他不要游泳，哥哥要他游泳。那个会飞的，好多鱼啊，这次要小心啊。